想点啊？师傅，佢第一次变个大姑娘嚟呃我哋，我打佢唔死。今次佢又变个老太婆，我哋冇想到啊！大师，佢冤枉我嘅，大师你救下我，佢冤枉我嘅，大师。系大师兄，你睇人哋啊，风烛残年，行将就木啦，你仲话人系妖精，你又唔啱啦！打死咗人个女啊，而家想打死埋人娘亲，杀人灭口咩？你杀死我个女！大师啊，你还我公道！我个女好孝顺嘅，你杀死我个女，第日我死咗边个送我终啊？大师啊，你还我公道啦，大师、啊！阿弥陀佛，我徒弟佢一时误会，将你女儿杀害，贫僧实在管教无方，罪过罪过。你杀死我个女，你俾翻个女我，你杀咗我个女，你杀咗我女，你俾翻个女，你俾翻个女。你杀咗我，你杀埋我啦！杀埋我啦！你冇阴功啊！你杀埋我啦！真系可怜啦！你杀埋我啦！啊！你咁杀就杀，大师，大师，杀！杀！师傅，唔好再念佢九三八次啊！师傅啊，诶，九三八次噶啦，即系大仙师傅讲过噶嘛。如果佢再杀人嘅话，叫师傅念够五百次噶嘛。你有内疚。二师兄啊，师傅够啦，够五百次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唔好再念啦，师傅。够啦，够啦，师傅。大师冇事，大师，大师。师父，你不要再叫我师父，你屡劝不改，令我师徒缘分已尽，你走你听我解释的。啊，师父啊，大师兄不忿气两手空空走的了，我们分埋啲行李俾佢先啦吓。师父，师父你听大师兄解释啊，师父。我同佢无冤无仇，就算我是野性难驯，我都不会乱咁大开杀戒。何况我答应师父在先，我怎会明知故犯啊？师父，大师兄讲得道理的。师父啊，你杀了人又梗在狡辩啦，你不要信他啊！你不需要多讲，为师主意已决，你请。师父，我已经转入沙门，做了你徒弟，带埋金刚箍，你叫我仲点翻去？如果我哋师徒缘分已尽，你帮我念双箍咒，金刚箍从此我俾翻你。当日观音大师只教我紧箍咒，并冇教我松箍咒，咁就足以证明我哋师徒缘分未尽噶。恳求师父收回性命，原谅悟空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师父，大师兄一路以嚟行医有功，你就饶恕佢今次啦。师父，悟空向当天发誓。如果我不是诚心皈依我佛，护你上西天取经的，我甘愿受天打雷劈、五雷轰顶、死无全尸、生生世世求堕轮回。喂，大师兄，唔好乱讲啊，好折堕噶。师父，唔好赶我走，我真系唔敢。师父，就算大师兄杀错人，佢都系惊啲妖怪加害于你，一时睇错噶咋。阿弥陀佛，人妖之别只是一念之间，就算他真的妖魔鬼怪，只要他一心向善，妖怪一样可以成佛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你既然有悔改之心，为师就再原谅你这一次，但是你要马上撞了位大神，同埋喺个坟前叩一百个响头，再念一百次往生咒。是师父，悟空受教。师父啊，师父，
前面嗰度都有灯火啊！哎呀，冇死啦，冇死啦！阿师傅啊，今晚有架车头啊，唔使瞓山啦！阿师傅，我哋过去啦，好嘛？冇死啦，冇死啦！你行啦，行啦！师傅，咩事啊？呢间屋妖气冲天，我怕又大师兄，你唔系又想话妖精系嘛？傻啦，大师兄你武功高强，法力又高，啲妖精听见你个名啊，走咗啦，喺度等你咩？系咪？大师兄啊，呢度方圆数里人迹罕见，如果你今日唔喺度借宿咧，咁就要露宿噶啦。但系今日天气咁冻，我惊你露宿咧，师傅会感染风寒啊。咁啦。等陶如先入去睇睇咩环境再讲啦，好唔好，师傅？悟空，你生性冲动，为师怕你又再生事端。悟净，哦，就由你去睇清楚再行决定啦。哦，师傅，我哋过路噶，有冇人啊？师弟点啊？啊，里边有冇人啊？里边冇人啊，不过咧，我见到啲佛经啊，同埋神像咁样，我谂呢家人咧都系信奉佛噶。啊，师傅啊，咁唔怕啦吓，人家都拜佛嘅，一定唔会系妖精啦。咁啊唔系，既然间屋冇人，我哋就咁入去人哋度，亦都于礼不合啫。啊，师傅啊，呢间屋灯火通明啊，可能主人家啱啱行开咗嘅啫。呢度天寒地冻啊，一阵冷病咗你啊，我哋真系担当唔起噶。不如我哋入去唞下暖下啦，好唔好啊？咁好啦，我哋就入咗去先至再作打算。不过咁，你哋一定要规规矩矩噶。知啦，师傅。师傅，行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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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师傅小心啊！阿弥陀佛，西方路上果然家家向佛，户户行善。善哉善哉，师傅师傅，好啦好啦，原来呢家人全部食斋嘅，啱我哋啊，又得又礼。大师兄啊，我谂呢度咧一定会有妖怪咯，嗬？一定有，我已经话咗有，不过你哋唔信啫嘛。师傅，今次死啦我哋！你咩事喺度大惊小怪？今次我哋真系冤家路窄，自投罗网啦！师傅你睇下。黑色月光在北美 TVB 各大平台有得睇啦！想了解更多 TVB 最新节目的最新消息，立即 follow 北美 TVB Anywhere 的官方 IG 和 Facebook 啦！